分，嘿，为什么？嘿，因为你们以一挡百哦，因为我们要符合防疫的规范，所以我们哦只能用这样的一个规模，所以邀请来的都是代表性的人物，然后因为我们要符合这样防疫的规范，所以没办法像以往我们宁夏日夜市哈，你李长博就知道，我们的记者会、我们的活动都是千人以上的哈，那今天来剩什么某千人呢哈，一个如果一百的话，那有两三千人。